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这是我的一颗摩罗科的多肉植物 ，starfish succulent， 它现在开花了。这棵植物在我手里呢，现在是第二年。很多花苞。它的样子呢很酷，开花呢非常可爱，你看。它的花上面都是绒毛，很多很多毛。样子呢相当的可爱。不过它的花呢是臭的。因为呢它靠那个苍蝇虫子之类的来授粉。所以呢在开花的时候呢并不建议把它放在室内。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它一直呢在室外。我从来没有给它浇过水，现在最近的这几天天气呢老是下雨，所以呢它非常的潮湿，但是看起来似乎并不受影响。你看它的根呢长得也非常的好，这是第二年了，比去年呢多了许多枝条。我对多肉植物并没有太多热情，不过呢我喜欢摩罗科的植物，因为它们的花呢非常的酷。这儿还有另外一棵摩罗科的植物呢，我之前介绍过，这个叫做锆马 lifesaver plant， 它的花呢就像是一个救生圈，就像是一个也像是一个巧克力糖糖圈。这两棵植物呢一直都在室外，长得不错，花开的也很好。他们用的土呢就是普通的盆土，我没有加什么特别的内容在里面。长得都还挺好的，也没有定期什么浇水啊，一直就放在外面靠天吃饭，如果不下雨就是干的，如果下雨就是湿的，都长得很好，所以植物本身呢它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，看起来是这样，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。我的这一株魔星呢花比较小，还有另外一种特别大花的，据说非常的臭，不过我觉得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酷，我希望呢有机会也能找到那一株。去年在这个魔星开花的时候呢，我甚至捕捉到了它开花的瞬间，有一个十秒钟的视频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右上角你可以点一下，看看我去年捕捉到它开花的那一瞬间。这就是我的摩罗科多肉植物魔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呢，请你点赞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 video 呢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